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咨询委员，也是获得国民党提名参选秀林乡第三选区的王省刚竹，在前秀林乡民代表王省志和他妻子的陪同之下，一号下午前往秀林乡公所登记参选。王省刚竹表示，回乡服务以公益的理念来参选民代，恳请乡亲支持他为大家服务。王省刚竹，莫打！王省刚竹，莫打！王省刚竹，莫打！莫打！莫打！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咨询委员，也是花莲原住民桃埔国合作社理事主席王省刚竹比少，9月1号下午2点良辰吉时，在前秀林乡民代表会副主席王省志和他的妻子、儿子的陪同之下，前往秀林乡公所来登记参选第三选区的秀林乡民代表一职。王省刚竹表示，去年疫情他到部落发放防疫物品，而今年也发放防疫物资，才了解部落需要被关怀，秉持着公益的理念来回乡为乡亲来服务。安比亚时候，我是王省刚竹毕少。那我们在这两三年做公益的路上呢，收获满满，也确实帮助到了很多人，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事情，像是我们几个月前的那个宅配新鲜蔬菜包、防疫包，还有去年的时候，我们不分派系，也不分族群，我们给所有人有那个口罩。那这也是我们合作社的理念，就是希望说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去帮助他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我们也在遇到很多可以支持我们的人，给我们建议，那也给我们指教，让我觉得说政治是处理众人的事。那希望我们借由政治上可以帮助，让我们的服务可以更全面，帮助到更多的部落的族人，然后服务我们族人，然后改变自己的阿党，然后为了自己的部落把我们德鲁格的精神带出去。那我相信上帝教我们爱，他给我们这个礼物，那就告诉我，我要做对的事情，做正确的事情，明天就会有好事发生。所以我会用做公益的这个态度、这个理念呢，来走政治的事情。那我会坚持下去，然后来服务更多的人。我相信我们德鲁古，我们只要团结，我们力量是很强大的。我们抬头挺胸，昂首阔步，德鲁古，肯定啊！王省刚竹是获得国民党提名的秀林乡第三选区乡民代表参选人。王省刚竹也感谢国民党的提拔，他会以青年的热情、一本初衷、服务的心来参选这一次的代表，以上帝爱的力量、真诚的心来为乡亲服务。记者蒋伟军报道。